洛江冬游季系列活动为六号暗时演唱会登场后正式开始，为求活动圆满顺利，镇长黄正甲早起时带领公所以及主管来到洛江体育场拜拜，祈求整个活动顺利平安。镇长是带领着公所以及主管来到体育馆拜拜。镇长表示，这届演唱会卡司相当坚强，有真济热门的歌手，邀请大家踊跃参加。咱鹿港的冬游会吼，伫即个拜六吼，即个下晡伫咱鹿港举办即个演唱会吼，就会使讲卡司非常的坚强。那伫要演唱会进行咱即咱台湾的即个习俗吼，就是讲伫咱运动场或者广场即个所在吼，先来拜一下地基主吼，保庇即届的即个演唱会办了成功，办了平安安尼吼。咱即届会知演唱会即回吼，咱会使讲敢若扩大举办，邀请咱台湾真侪上界有名即个歌手吼，要来遮做一个演唱会，包括咱在地的查某囝吼主持咱米可白，佮有咱即个利用吼来主持。包括咱萧煌奇啦、陈世安啦、露露等吼，真侪即大咖的即个歌星，总伫即个所在来表演。五点吼，咱也佫有即个摸彩馆的发放吼，咱也佫有即个电动机车啦、液晶电视啦、电冰箱啦、吼、洗衣机，还佫真侪即家电要送予大家。希望咱即回即演唱会会当办了非常的成功。东港除了演唱会，公所嘛有准备真侪精美奖品提供予民众摸彩。欢迎大家在十月七日来鹿港看表演。新中华新闻蔡中青鹿港采访报道。